这太夸张了吧，我把粉色的手套都搓黑了。那还有我的名字，天哪 Friends, look at that. They wrote my name on it. I feel like I'm a princess. Love it so much. So there's a pot of water. Yan wo. Swallow nest beverage. Flower. 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我们北方人呢特别喜欢搓澡，但是在这边呢就没有那种大澡堂子，也没有那种洗浴中心。所以呢这个我就跟老板建议，我说我们要不要搞一个私人 VIP 搓澡，然后老板就给整上了。你们脚盒一个一个的多精致。 Yes, I'm gonna start it. 深层去角质，然后排毒，帮你深层的去死皮啊，角质，类似于搓澡。搓澡。我现在是戴着这个专门去角质的一个手套。我这个背也搓不着。对，这边也没有那种大澡堂子。对，就后背很难能护理到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这个边边角角呀，很多细节的地方自己都兼顾不到，胳膊肘啊、膝盖呀、这些个细节的地方很难能兼顾到这些地方哈。全身的是吧？就膝盖、腿。对，都有，都有。哇。接着是腰部，还有小腿，是脚，脚踝。嗯。接着用椰子油、喜马拉雅盐调配的浴盐，放到后背上磨砂去角质，手肘关节也要搓干净。我现在躺过来了，给我搓前面，对吧？手有的时候也要去，对，全身都需要。对啊，然后像你各个手部的关节那些地方哈，你多长时间没有去角质了？全身？6年了吧？有多少年没回国，就有多少年没有去？我回国我也没有搓过。其实皮肤是人类最大的器官，对，它也需要呼吸的，不能让毛孔堵住。上次在你那儿做那生发的，我现在觉得头发贼多。对，前面那好多小毛，看出来了。是，连胸都搓呀。对啊，胸也需要去去角质，然后胸周边的一些皮肤才比较白皙娇嫩。Baby foot。那啥，你去洗个澡去，可以一会儿。好的。啊，看到没有？这边就是粉的，就亮；这边就黑。我的妈呀！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现在要去洗个澡，真的在温哥华有洗澡条件的美容院可真是不多呀。把我身上的盐冲一冲，真的给我的身上涂个 cream， 加滋润。然后等一下去拔罐对吧？就那种排毒。对。OK。我就游了2次泳，已经紫了。对，这已经有寒气和湿气了哈。